曬威光嘛，同曹之和似乎今場佢出閘咁好都係成為咗關鍵。係啊，佢其實喺個閘嗰度咧係有啲脾氣嘅，即係佢成日喺度喐啦。咁而家就比較穩定啲，有時即係你夾啱佢咯。如果夾啱佢咧，其實都係出得快嘅。係咪阿 Vincent 始終即係出閘係始終佢係即係比較有佢自己好嘅一套咧？又唔可以咁講，其實佢最主要咧係佢揾到個遮擋，因為呢只馬咧，你睇翻之前幾場，因為佢出咗嚟之後咧，佢揾唔到遮擋。咁佢喺前面咧，佢走下走下會走曬。你如果揾到個遮擋咧，俾佢可以即係回氣，跟住佢正路再衝一衝啦。過往匹馬喺前季都曾經喺四班都贏過，其實如果減翻嚟呢個分支市贏咗馬嘅，輝哥係覺得仲會有啲競爭力嘅。都會嘅，因為有時啲馬咧，佢贏完之後咧，佢自己又會即係有信心。再次恭喜曹偉哥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